再来是一个实验，所以不能说他不能说是一个实验，因为小孩用小心思都会满足他，我觉得是因为他不到时间要走的这个然后满足的话不能下次来就好了，因为一般的工资都是好的，而且他没有满足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方法，然后有他的奖金，我想就是